师尊这一生当中有一句话讲，师尊从来不会跟人家开口要钱。我今天当师尊啊，如果开口跟人家要钱，我下山涂地。跟人家开口要钱的，就是假的莲花童子，不是真实的莲花童子。你做多少？给人家开口要钱，我请考华同修会啊，他有没有跟你开口要钱？做什么事情都是给人家随意的。